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无忧黄色行，我是老郭。我今天现在站的位置是在加拿大 BC 省中部的一个城市，叫 Kelowna 附近的一个湖。大家可以看，整个的这个湖呢，就是叫做奥克纳根湖。那么我今天来这儿的主要目的呢，是要找水怪。没错，是要找水怪或者叫湖怪，就是 Lake Monster。因为这个奥克纳根湖呢很大，从几百年前的印第安人一直到现代的人都传说这个湖里面有水怪，而且它的这个水怪呢，在名声可以和尼斯湖的水怪相媲美。而这个他们给这个水怪呢起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名字，叫 Ogopogo， 欧哥波哥。我们下面呢，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这个水怪。那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来找呢？因为他们传说这个水怪就是在科罗纳一直往下走的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在不远处呢有一个岛，那个小岛呢，我会换一个角度给大家看。这个小岛叫做 Rotten Snake Island， 就是响尾蛇岛。传说这个水怪，也就是这个湖怪的家是在这个响尾蛇岛下面，所以我们要盯着这个岛，盯着这个湖的水面，看水怪什么时候能出现。世界上的湖有千千万，为什么这个湖可能有水怪？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湖的情况。像这个图上画的一样，这个湖的面积大约在350平方公里，它的长度是135公里，最大的宽度地方呢有5公里左右，可是在最短的小的地方呢也就只有几十米。这个湖最大的特点是比较深，它的其中的最大的深度有232米。你想200多米的深度在这个湖里面都已经很深了。在这个狭长的地带是由于在10000年前冰河时期形成的。由于这个地形非常的曲折，所以它里面很可能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生物。几百年来，在欧洲人到达以前，当地的原住民就有传说，说这个湖里有水怪，他们那个时候认为是水神，所以他们每次在过河的时候都会拜这个湖神、水神，甚至在他们当时划的这种船，也叫卡努了，上面呢会带有小羊或者小狗。如果在划的过程中遇到不好的情况，他们就会把这个小羊或者小狗扔到湖里，相当于献祭给这个水怪，然后他们就可以平安。他们当时给这个水怪的名字呢，人家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奈塔卡，一直到1992年，后来人们才把它改成这个 Ogopogo。从以前的传说来看，原住民一直认为这个湖怪呢长得像马头，上面有鹿角，但是身体呢是像蛇的身子，是深色的。后来这个欧洲人来了，他们开始并不相信这样的传说，一直到1872年，有一个白人，这是现在有记载的，当时叫苏珊·艾利森，他第一个看到了这个，他们的船在这个湖上的时候，就被这个看到了这个水怪。1968年，一个叫阿特福顿的人在湖边也看到了这个水怪，并且进行了录像。后来经过电脑分析，从这个录像上面分析啊，它确实是一个活物，包括国家地理频道的专家来确定它是一种动物，但是动物是什么样的物种不能够确定。
更为轰动的时候是在1980年，在一条游船上，有50多个游客在这个湖上走的时候，同时看到了这个水怪，反正是一个动物，一个什么东西在这个湖里。由于这个事件的出现，湖所在的这个奥格纳干地区的旅游部门也就在80年代1980年左右开始，就正式的悬赏，说是悬赏100万加币，让大家能够都提供证据来找这个水怪。根据当时的整个的大致的情况来分析了一下，他们说这个水怪 Ogopogo 呢，它基本上是或者是蛇头那个马头或者鹿头，但是身子呢是蛇形，是一个蛇形的身子，可能是绿色的。100万加币的悬赏发出以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包括很多民间的这种爱好者就纷纷的录像录影，寄到那个主管部门要求评价，说是不是我们发现了这些东西。甚至当时在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组织叫绿色和平组织，大家可以经常以前我们从电视上看到，就是抗议捕鲸的那个绿色和平组织也进来插了一杠子，说是这个 Ogopogo 呢是属于濒危物种，大家发现了以后不要捕捉，只是照相就可以了。然后在奥格纳根地区的最大城市科罗纳的城里面，就建了一个，根据传说就建了这么一个 Ogopogo 的一个塑像。你看它就是绿色的，然后那个像马的头的形状，上面有鹿角，像蛇的身子。它就坐落在市中心，如果大家有兴趣以后来这儿可以看一下。甚至他们在旁边的湖底下，在很深的湖底下也安装了一个 Ogopogo 的这种雕像。当然这个雕像你只有潜水下去你才可以看得到，也证明了这个地区的人对这个 Ogopogo 的这个传说还是比较相信。甚至在1990年，Canada Post 的就是加拿大国家邮政局为这个科罗纳地区这个 Ogopogo 呢发行了一套邮票，这个邮票呢就是照着这个传说这样画的，也很好玩，也就更助长了这个寻找水怪的这股风气。经过这么多年的寻找，有无数的录像照片等等的这样的证据寄到相关的部门，他们经过认真的分析，大部分认为是一种就是这些证据大部分是一种叫水濑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就是普通的这种海洋的生物组成的，或者是有木头，就是大的木头在下面移动然后造成的阴影，或者是一些波浪，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证明这是一个水怪或者一个湖怪。当然至现在你也没有证明来证明很多有的东西照片或有的录像它不是水怪或不是湖怪。那么我们刚才说在它的下游有一个城市叫 Penticton， Penticton 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它当地的商会在有一些人说是在它的下游 Penticton 地区发现了水怪以后，它竟然悬赏了200万加币出来，说是在一年之内如果谁能够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个 Ogopogo 是在这个地方活的，就有200万加币的悬赏能够得到，这样更有很多的人来这儿寻找水怪，
包括有世界各地其他的这种水怪爱好者，当然新闻媒体也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包括加拿大的这种 Global News、CBC 甚至这个地理频道都来这儿拍摄一些东西，或者是来买一些就是当地的有的人说是找着水怪的东西，录像啊，就放上去，然后吸引人来。甚至这个 Pentagon 的致谢在 Pentagon 的这个政府的网站上都还在有这种寻找水怪的页面。如果你看到了这任何的有证据，或者找到了照片，或者拍到了录像，你都可以给发到他们那个地方去，就在他的官方的网站上就有。现在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小城市几乎都有民间的这种寻找水怪的组织，他们集体沿着湖去走，经常去拍照片，经常会发布一些新闻。这些图片就是我从网上找到的最近他们拍到的照片，发现的一些东西，大家看看是不是水怪。如果大家对寻找水怪有兴趣，以后可以在这个湖边经常走，但是你一定要时刻拿着照相机，拿着摄像机，看到湖面上有任何的可能的迹象，就立即录像，立即照相，然后寄给他们，说不定你就会能够得到这个奖金。今天老郭在这个湖边待了一个多小时，紧紧地盯着湖面，也没有发现真正的水怪，只有下次再来看看能不能发现了。关于这个水怪的故事，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下次节目再见。